哎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好像我看到一个穿的制服啊，穿的制服就是那个国民党的一个还不小的官啊。你说官大吧也不大，官小吧也不小，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官大官小呢？因为穿的制服啊，看起来官比较大，但是呢，你说很大的官呢，也不会站在户外啊，站到户外去执勤的啊，能够直接到外面执勤的，那官不会太大啊。就从这个角度来，但是我看到这个人都带着枪，穿的整整齐齐的，整整齐齐的那个衣服啊，在守防，哎，防守啊，那个时候只能叫守防。守的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苏北的长江边啊，现在是讲的苏南的长江边啊，在守防啊，守防，那时候不叫防守，叫守防啊。他这个守防的意思啊，守是一个动词，防是个名词啊。那个时候的啊，守防和防守不一样的，守是一个动词，防。我们看见的这个动词，但不是动词，它是个名词啊。它那个是个作为一个名词，为什么叫防呢？这是个名词，防线、营房，发音都是防，也就这一代的这个防的意思是设施，它来保护那个设施，守这个设施，所以叫守防，守防啊，冒出来一个词啊。他们就真叫瞎了眼了，他们真的是瞎了眼了。有句话叫瞎了眼了，那些守防的人呐、真叫瞎了眼了。本来叫他们真正守防的目的啊，是守长江以北的共军偷渡过来，偷渡过来是窃取情报或者是安排人员。他们守防什么？所以叫守防，本来是防人，他现在守那个设施啊，守那个铁丝网。长江边上原来有铁丝网的啊，他守的是铁丝网以内的，守铁丝网以内的啊，铁丝网以内可能有点房子啊，有点仓库啊什么之类的，还可能有一点运输的车辆，也有可人工的车辆，也有可能有机械的车辆，在这个铁丝网里边啊，也就长江边上有一道铁丝网，然后铁丝网里边呢，有一些设施。但外面在苏南那边也有铁丝网啊，关键他守哪个呢？守靠近北边的那铁丝网，就是靠近长江边上铁丝网。他们守防的范围是铁丝网以内的，而不是铁丝网外面的。这么一听是不是感觉好愚蠢呐？本来的话应该守啊，听起来好有点愚蠢的感觉啊。本来防守守防，守那个苏北那边人渗透过来，肯定要看长江嘛，守着长江嘛，而不是守这道铁丝网嘛，更不是守铁丝网里的东西啊。但是那些守防的人呐、既然他们的重点是守在铁丝网以内的，这个圈在铁丝网里边的那个设施，不要被人家偷了，不要人被人家爬进去，既然他们压根啊。就压根儿没有守那个长江防线呐、你说有这么大个漏洞啊？这么大个漏洞，这么大个漏洞啊？这么大个漏洞，哎，自长就是个漏洞啊，往下一个漏洞了，这么大个漏洞啊？这么大个漏洞啊？哎，这个一听到我吓一跳啊，怎么会房子？搞这个，同那真正的房子差异太大了啊！本来打了一条铁丝网，打了一个铁丝网在那边，然后有点设施啊，用这个设施，这里的人员来守护整个长江防线啊。本来这一块只是为了守防线，守长江防线用的一个提供物资或者人员暂时休息的地方，但是他们接到命令以后。接到命令以后，变成了叫他们守那，
手铁丝往里边的东西去了啊！哎，听明白吧？好像一个，听明白了。哎，你说这，你多少几这不可理喻啊？不可理喻。哎，这不可理喻。不可理喻。哎，这个时刻我看到了，那些什么，那时候有什么国民党里边的有总统，有军统，那些人应该渗透到进步以后啊。把他们手房的文件都换掉了，原来的文件确实叫他们守长江。哦，哎，原来叫他们确实守长江啊，原来确实叫他们守长江，同我刚才想象的一样，这个铁丝网里边呢，只是为了保障守长江，里边放了一些物资，但是最后。因为共产党已经在渗透到那总统军统里边的人员，把他们文件都篡改了。到了下面发下去的文件上，就搁这个范围的时候，就限定他们这个范围就在铁丝网里边，铁丝网的外面不用你们管啊。当然了，守卫的人根本不知道邻居在干什么嘛啊，他们误以为，哎，他们误以为。那个铁丝网外面有人在管啊，所以呢，铁丝网里边的人呢，这一代的人就没有压根就没有管长江外面的事啊。他们误以为除了他们这个单位之外，还有专门的行路队啊，或者什么部队啊，专门的部队在长江里边有船可能在这样在守卫着的啊。实际上没有，误解了啊，误解了，存在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啊。存在很大的一个漏洞啊，这个漏洞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侦察兵黑白电影，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好像有点印象。哎，那个侦察兵呢、啊、就乘着小船可以大摇大摆的到了苏南以后还大摇大摆的还回去。嗯。哎，那时候大家都看了这个电影就莫名其妙的，怎么既然说打仗。你还能跑得过去啊？而且地里边也出现了铁丝网了，也看到了里边的人员了，而且还听到了枪响了。到底这个枪响呢是，到底跟这个电影当中讲那个枪响到底存在还不存在呢？可能还真的枪响都不存在，因为人家是发现长江那边有人过来了呀，有人过来说的什么人？自己人，一个自己人，人家就不管了，因为。为什么他们糊涂到这个程度？所以就问什么人回答个自己人，他们就不管了呢？因为他们当时接收到的文件就是说，铁丝网里边你们管，铁丝网外面有我们兄弟单位管，你不用管他们事啊，你只管好铁丝网里边的事，你只要铁丝网里面出了任何事情，你负责。铁丝网外面出了任何事情，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打仗的时候，你如果要你要我、要那个说追究责任也好。你的范围也好，就是严格的限制在铁丝网里边。嗯，哎，这么就形成了一个大漏洞了呀！啊，自长就是一个漏洞吧，大漏洞了呀。本来那个守到严严的一个漏洞的，不掉下去了，就是相当于一个陷下去了，形成了一个大漏洞呀。哎呀，这个哦，你说难怪那么容易啊，就把苏南拿下来了。哎，难怪那么容易啊，把苏南拿下来的。难怪那么容易就把苏南拿下来。哎，现在再一想，这是一个大漏洞啊，大漏洞啊！因为他们已经交代到铁丝网里边你们管，铁丝网外面有兄弟单位管啊，同你没关系。再强调到一条，外面发生任何大事情同你没关系，为什么呢？万一你出去救火去了、救援去了，但你自己这边出了一点小问题啊，就是上纲上线，可能把你给，你负不起这个责任。那么既然这样，因为那个军队里大家都是分工明确的啊，既然分工明确到这个程度，我只管铁丝网以内，铁丝网以外枪声再大也同我没关系啊，有什么打仗也是兄弟单位在搞，所以啊，人家问起。看到这那边有湿漉漉的，或者小船有人上来，好像
是情可疑的啊，连服装都没有正规的服装什么的，是情可疑的。但是他们交代的这个范围就在铁丝网以内，而且他们印象当中，既然铁丝网以内他们管的话，按照常规来想的话，肯定铁丝网外面由我们自己兄弟单位在管啊。所以发现铁大的异样的时候，就说那个什么人，对方只要回答个自己人，好，人就走开了，又回铁丝网里边的人再也不会关注你外面发生的事情了。你感叹着哦，你说原来历史是这样的。原来历史是这样的。哎，原来历史是这样的啊。原来历史是这样的。哎，这样我也解开了一个谜案。当年那个，我时不时的我就想到那个，那叫《渡江侦察记》那个电影，或者叫《侦察兵》两个电影，我想起来，黑白的都是当年。都是好像那个轻而易举的，轻而易举的就游，人家要么游过去。哎，直接到对岸去了，去了个还回来了，而且电影当中有一点可能比较夸张，有点夸张，可能实际的不一定有啊。他说你到了那个两岸以后，你打那个信号枪，信号枪那不是那个事情大了，那也可能是真的。按照今天来说的话，你那个铁丝网里边是你管，铁丝网外面什么也不用你管的话，人家真打信号弹，通知苏北，我已经到了苏南了，好像真的也没人管，因为这个也可能存在的啊。哎，但是一般来说呢，也不会太张扬的。既然那个打，毕竟是战争时间，你还打个信号弹，不是也对提醒了对方了吗？我估计这个信号弹是假的啊，打信号弹是假的。因为也过来几天看看那个情况以后，他们趁着团又过去了嘛，也不差这个一两天嘛。这个打信号弹是夸张的啊，表示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。信号弹我估计没打，人是确实过去了，确实过去也抓到了情报，也回来了。苏远一看长江公司正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进深头一个把自己的兵力就圈在那个自己的铁丝网里边，铁丝网外面一概不管。苏远等到那个4月21号正是开始那个大规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时候，苏南就没有什么人抵抗啊，因为人家讲了嘛，苏南那个铁丝网以外不用你们管，你这全部齐活的大兵压境，什么过来的都不用你们管，你管好铁丝网里边啊，铁丝网里边你丢了一身土地都是你要负责的，铁丝网外面就是没不关你的事啊。那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说，哎，这样一想的合情合理了啊。所以你查历史上那个，哎，虽然人家说枪响什么之类的，实际上那个，哎，那个损失的人员呢，损失的渡江镇也损失的什么，都是苏北的民工，因为他没有正规的船，都是小船，有的门板钉起来临时搞的。小船或者那个征集来的小船是那些农民呢，小船是在内河里跑的，没有跑过长江，然后那个被共产的现场的热血沸腾的就把那个支援长江去了，好多人掉到水里淹死了大概8万多人，那个淹死都是农民啊、哦、那个当兵呢已经在之前已经训练过了啊，农民在那个从来没训练过，他只是家里拥有一个小船，这个小船干什么呢，在那个自己的沟里边，小沟里边拆菱角什么之类的啊，你那样的小船或者小的一点点的，挖在冬天里的挖点泥出来，装到小船上，再运到岸上，干这个事情的，从来没有训练过什么过长江的，苏也被共产党现传的热血沸腾，打过长江去解放前之后，然后又大家说可以分到土地的呀，一听到这个行动以后，大家都，哎，都忘了任何的那风险了，就淹死了8万多农民，当兵的没有淹死多少，哦，然后所以说今天的战争基本上如果有点枪声响后来打的话，后来发现上当了啊，人家大把很多人家上岸了以后就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，人家才基本上自发性的那个铁丝网里边的在往外打啊，或者已经打了几天以后突然发现那怎么一个大漏洞在那边的，国民党才开始反击啊，所以到反击的时候已经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事情了，前面你发现了一个重要事情，枪支弹在哪里来的，今天就告诉了一个长江所说的什么长江天堑怎么被都攻破的，就原来是在车上攻破，不是在打仗的时候，不是重点在打仗那个那一块上面啊、哦、好像是那个信息读完了，告诉是这么一个事啊、哦、好，那今天先这样啊，后面安排的时间我们再做啊。好的，好，再见啊。啊，谢谢会了。